啊，这个你要赶快练了，你儿子的功夫相当不赖，我爸爸都打不过他的了。这也是在维也纳唯一的一所用繁体字教中文的学校，请大家多多的支持。现在我们看中文侨校的孩子们、老师们，还有他们的家长们都站上来了，这个也是一个传统，因为过年我们知道有一个要发红包的节目，那这红包呢，要不就是最有钱的人发，要不然就是最德高望重的。我们现在请代表上台，好吧？谢谢，掌声鼓励。我们请功夫的学生往后面，合唱的家长们呢可以往哦，对，发红包。是。同时呢，我们的侨校的家长也为我们再来带来一首贺新年，我们楼下的这个楼下台下的观众们也一起来个节奏，来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贺新年。祝大家一起新年快乐！